哎呀呀，开太快了。哦，那我们会逛很久呢。哎呀呀，好，没关系了哈。那就反正大家都时间都一样嘛。那至于说逛街了，黄花钟只能这样。Thank you.
西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好的，哎，打开这个布谷鸟报时，因为布谷鸟是德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鸟，人们觉得叫声好听，而且代表吉祥，于是呢用它来报时。布谷中的名字也由此而得。非常复杂的机械装置，就这大坨东西。这大坨东西呢叫做机芯，它呢相当于钟的心脏，控制钟的整体运行，非常的精密。然后这面呢还有两个奇怪的柱子，这两个柱子叫做风笛或者风箱，其实呢就是它们俩发出来的布谷鸟叫，有高有低，就像鸟叫一样了。像这个呢就是大鸟，如果是小鸟呢就是这样的声音了。当然如果老鸟的话就这样的声音了啊。然后呢这个部件非常重要，这个是钟摆，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钟都有这么一个钟摆。这个钟摆的作用是调节钟运行快慢的，因为即使同一个钟摆在地球的不同纬度，它的摆动速度是不一样的。您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呢把它向上或者向下推，如果向上的话这个钟走得会快，向下就会慢，以此来减小。